血训。儿媳妇，儿媳妇，不是你的儿媳妇。张无忌薄情负我，当着天下人的面要我难堪，我立过誓要你金毛狮王的命，让张无忌痛不欲生。等一等，别杀狮王，我周天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张教主，不好了，快救狮王啊！我要让你亲眼看见金毛狮王的死是你造成的。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你想找死吗？错了，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九阴白骨爪。三位师叔，张教主与本派有恩，还望手下留情啊。佩服佩服。善哉善哉，张教主，你虽胜不得我三人，我三人也胜不得你，谢居士你请自便吧。阿弥陀佛。女侠，怎么样，尝到我九阴白骨爪的滋味了吧？今天你本该死，但是看在贵派十足郭襄女侠的份上，我暂且饶了你，你若再犯必遭天谴。止住。掌门人，走吧，这里没我们的事了。张教主，我们告辞了。走好。张教主，是舍则该舍。承蒙多次援手，大德不敢言谢，还望告知方明，以便张无忌日后心中感怀。终南山后，活死人墓，神雕侠侣，绝迹江湖。丐帮大事，请张教主尽力周旋相助。无忌遵命。黄山女子，程坤，程坤，你站出来，当着天下众英雄，将诸般前因后果给我讲清楚。义父，他不是陈坤。陈坤，你改了相貌，可声音却无法改变。你刚才一咳嗽，我便知你是谁。
长官，谢逊，就算你认出师父我，又奈我若何？无耻之徒！阿弥陀佛。 成坤，你到底搞什么鬼呢？你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！成坤，你的诡计已经被我们识破了，到现在你还不束手就擒？ 之事，全自你我二人身上所起，种种恩怨纠缠，须当由你我二人来了结。师父，我一身的本事，是你所授。成坤，你杀我全家。 你的大恩大仇，今日咱二人来算个总账。谢逊，江湖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命丧你手？今日你更招来明教，来我少林扰乱佛门福地，与天下英雄为敌。我真后悔传授给你武功，今日该是整理门户，整治你这 欺师灭祖的不孝之徒！师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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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坤，当年你传我这招。 长虹惊天之际，说道：若是击中敌身，便当运浑元气功伤敌。你为什么不运功啊？是不是年纪老了，武功可运了？义父，你怎么不还手啊？他是我师父，受他一拳两掌，原也应该。 师父，谢逊欠你的已经还了，现在要讨回我的债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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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教训奸贼陈坤，义父的脾气外公清楚，他跟陈坤的私怨是绝不许任何人插手的。哎呀，不好啊！谢师王危险了！哎呀，你又在说什么癫话？没有啊，我下过地牢，里面光线不足，义父双眼以下20多年了，听声变形的功夫早练得烂熟，一耳带目，反而有利于义父。张教主，此人自有天庇佑。别担心，多谢高僧。你怎么发现这个的？幸亏你外公抓到了这个陈友谅，要不然我们早就被这霹雳雷火弹炸得粉身碎骨了。
你双目已瞎，武功全失，从此成为废人，再也不能在世间为恶。剩下的一十一拳，我也不用再打了。喂，啊！三弟，师王，三弟，师王，三弟，师王，三弟。 杀我全家，我今日毁你双目，废去了你的武功，以此相报。师父，我一身武功是你所授，今日我自行尽数毁了，还了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和你无恩无怨。 你永远瞧不见我，我也永远瞧不见你。